父母恩重难报经，马来西亚人文学校今年学生和家长要共同演绎如何让大家走入经典不空手而归。教育组志工决定制作小册子，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十三，还有他的家长父母亲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够太过简单，也不能够太过深奥。你讲得很深很他听了他可能会读，但是他并不能够了解，可能 他不会产生什么兴趣或者共鸣。上网查询资料，筛选经文，不只是如此，还要兼顾中文的繁体和简体，甚至是翻译成英文。Most of the 家长is an English educator, and so by having this translation, they will benefit. They will understand actually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dharma.负责排版的志工做最后的把关，如何做到清楚明了又有趣，同样是门大功夫。希望说让他们看得更清楚、更了解，也可以说回家还可以读，让他们多深入在这一部经章里面。众人有心成就，台上完美演绎，要让圆满和感动留在每个人的心中。大爱新闻庄慈玲、杨韵美，马来西亚报道。